刚才右边耳朵里边痛啊，右边耳朵里边痛，又看到那个老鹰了，在那边打滚啊，在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个山口那边打滚了，又看到那个老鹰了，在喜马拉雅山那边打滚，然后老鹰就翻起来一个，就飞开了那个峡谷地方，就飞到其他地方去了啊，飞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，一路上又是在。在进行测量，又是在把其他地方的那个信息啊收集起来，收集起来，很快，就把那个，这个山的整体面貌都更新了一遍啊，更新了一遍，更新了一遍，它从把整合好的，它整合好的那个整个地形一看呢，整个地形一看就相当于在那个我们如果在。从高空往下看的话，就像挖了一条大的水渠啊，流水的啊，就这个山口就是像挖了一条水渠啊，让这样水流进来的感觉啊。从高空往下看的话，就是挖了一条大水渠啊，很长很长的一个大水渠啊。如果这样看来的话，我们岛那个岛啊，如果原封不动这样搞，搬过去的话啊，那就是一个长形的岛啊，长长的。岛，长长的岛啊，长长的岛，一个长长的岛啊，一个长长的岛啊。好，那我们基本上知道了啊，这知道了啊，是一个长长的岛啊，然后那个山口那边就像挖了一个大渠道一样，渠道，流水的渠道啊，像流水的一个渠道一样，就挖开了一块啊，凹下去的啊，就一块原来都是那个平的啊，突然就从中间挖开了一大块。挖大块，一大块啊，很长很长，应该这个长度啊有1600公里，长度有1600公里的长度啊，长度有挖开了1600公里长度啊，1600公里长度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知道了啊，好再见啊，再见。